播的一个剧啊，都知道啊。好，下面有请涛姐来唱这个电视剧的主题曲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把舞台留给涛姐。OK， 好，让花花休息一下。好。其实我今天来的任务就是让花花休息一下，然后我跟大家好好表演一下，同时我也来感受一次演唱会的热烈。真的很高兴来到火星人的演唱会，其实好朋友就是这样，当你想我的时候我在你心里，当你需要我的时候我在你身边，这就是一个朋友之间，姐弟俩的一个情谊吧。对，我最近是演了一部大家应该还比较喜欢的电视剧，《欢乐颂》，对。所以下面这首歌就让我安静地带你们进入 Andy 的世界，送给你们说不出口。花少的成员，
感恩，谢谢你们，给你们带个好。OK， 那下面的时间继续交给花花，拜拜，下次再见喽。